some more in.门已经安上啦，这个新做的网子门已经安上啦。你大腿满了，我在拿什么的绑针，运包针，你让我回去好挺穿哈，一种宽衣服哈，嗯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不要小半天，要小半天吧。这另外一个门把上面的铁丝也换了，换成那个胶的塑料了。你这大声，声音也大，我这脚踩的不行，脚不行。嗯，你熬不得了，熬到大鱼了哦。好，那拨弄这一下过去，就是。那个，再给我拿油呢，再得跟水后关系。老爸的门已经做好了，完工喽。这个顶上到时候也可以种一些爬藤类的花卉，爬到上面很好看。因为这里有一棵桂花树。所以要种那种喜欢半阴或者是阴凉环境的花卉，像月季花是不适合的，月季喜欢晒太阳全日照。木门这里还用砖围了一下，中间那个空可以填点泥巴种花，种绣球比较合适，因为这是树脚下晒不到阳光。老板，你得饶命和鬼哦！鬼哦！啊！你那儿两大哈？有那种农村的感觉，风格，农村的风格。是啊。农家风格。木头做的。木了哈，你看那一个哈。嗯。人心的。老板手工来做的。人心的。人得叠一下，都是分开的。
我怎么干一下？那真能到。嗯。有五根，他说有五根。你喜欢哪个颜色？黑色衣服都算搭配，这件衣服不黑。嗯。酒红色。黑色。王师傅又完成一个项目了，结业输家伙了。